谢谢大家哈，谢谢大家，我等下再就定位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辛苦了，谢谢，谢谢。各位同志们，今天晚上是民进党要开始担心的时刻，因为从今天开始。 我们会是一个空前团结的国民党，我们会是一个充满战斗力的国民党，我们是一个团结又充满战斗力，而且是一个战斗蓝，追求的是必胜蓝。 国民党在两岸路线上绝对不会变成小绿，我们不会畏惧任何的民进党的标签，我们要重建两岸交流的平台跟沟通的管道，在党纲党章的规范之下进行交流，同时从社会利益交流开始启动。国际关系我已经宣示了，等我就任第一天就启动。 对美的代表处筹备工作。你看，你看，姐那边了。